刚才，左胸部痛，左胸部痛啊，我看到那个，我看到那个哪吒，在舞那个红枪啊，舞那个红枪啊，现在不是像前面就，他们就趴在山上面，趴在山的面上啊，紧紧的抱住山梁，表明那个飞碟已经离开了啊，离开没有那个大风了，没有大风了以后，他们就又自由自在的在。拿那个，舞刀，舞那个，舞刀舞枪啊，红缨枪啊，又开始活跃了啊，又开始活跃了。哎呦，之前飞碟产生的风啊，它大大就死死的抱住那个山了啊，现在解放了啊，现在解放了，不用抱着那个山了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